四款肉可以任食，食粒鱼蛋嘅嘛，大佬就系呢啲企鹅丸啦。我试下小蛋糕芙泥味。哎，有瓷包 ，Oh my god！ 有几多排嘢？饮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奶奶有16款酱料，再加豉油。哇！哇，咁茁壮啊呢度！放假出街玩啊！今集宗师姐啊，带大家嚟到观塘呢度打边炉啊！唔知食咩好呢，其实 APM 呢都搵到一间台式火锅㗎。188蚊可以任食100分钟喎、哦。有咩食呢，即刻跟我去睇下啦。哇，我哋哇原来呢边咁靓㗎。我哋个 view 好好喎、啊。好铁路啊成件事。我呢度嘅装修都係有呢个台式嘅风味。呢个系咪可以留嘅定係假㗎？假呀假呀假呀。但是就在这里都很台式，很台湾 feel。一眼望去呢就是自助区攞嘢食的地方了。其实它的环境呢都真的有几多台式的元素的。同埋这里写着台湾夜市。另外呢原来即刻有几款炸物可以吃了。哎，有瓷包 ,Oh my god! 有瓷包。跟着有这个台式炸鸡块。哇正啊，100分钟有咁排食啊！跟住呢个蜂蜜芥末鸡肉棒，呢边咧就有四个热盘，花莲酱烧梅子鸡，有呢个古早茶叶蛋啊，几好喎，又难食。呢个卤水豆腐啊，好正啊，药膳炖排骨。它是台式卤肉啊，是不是应该很肥仔？哇，都真的看落很肥仔下。其实面线糊滗入个碗度，跟住将啲酱油淋落去，同埋呢啲配料啦，嗰啲油条酥、肉羹喎、啊，仲有好台湾喎、啊，呢间真系，我谂应该捞饭都几好吃。仲有呢个宜兰绿豆沙。还有炮谷啊，竟然有炮谷，正啊，黄金泡米花，还有这个夜市烤香肠，隔离呢就是一个烟雾弥漫的地方。哇，烟雾弥漫，黐线咁烟嘅，哇咩嚟噶？似我嘅鱼。金翅牛咋嗰个嘅系咪？系咯，同一个来货嚟噶。有墨鱼丸啦，有呢个猪肉丸啦，粟米炸面筋，同埋有啲鱼腐咯，豆苗啊，虫草花啊，牛丸啊，尝试俾大家望清楚嘅真身牛丸，有呢度。有啲菜啦，菜苦瓜啊，苦瓜好恐怖。另一边唔飘烟咧，仲有啲油麦菜啊，唐山菜啊。呢度咧仲有一个特别嘅菇类啊，圆笔菇啊，仲有啲金菇同埋鸡蛋咁咯。面类咧都几多选择嘅，咁就有啲日式乌冬啊、煲菜面啊、全蛋面啊，亦都有啲刀削面、新竹米粉同埋王子面啊，好多选择。24、6、80、12、4、16，有16款酱料，再加豉油喎，我都癫喎。就有啲香葱啊、芫茜啊、炸蒜啊，仲有啲炸红葱啊。呢边咧就有金桔酱啊、麻油啊、辣椒咁样啦。呢啲鸡肉棒入面有芝士，但系预咗咧，其实佢啲炸物咧都系冇乜温度啊，肠好大碌，未暖未暖，同埋好有脂肪感啊。教后咧，仲有几款熟食可以手机落单嘅，例如咧呢个手工糯米肠，朋友仔就大赞啦。呢、这个恶魔炸鸡扒我都推介啊，又热又脆啵啵。葱油饼系可以一块块咁嗌噶，啱啱咧系都系热辣辣地送到啊！呢个葱油饼，葱油饼呢件事好薄，第二个啦。嗯。
脆脆的。嚟了啦！我哋呢边咧就加咗$18嘅汤底麻辣青花椒麻辣汤底，有呢、這个哇，好大粒，好大粒辣椒喎、啊，哇，系青花椒再加唔知咩椒嚟。喂，有鸭血，有鸭血，有几块 ？OK 嘅。咦，有白肉系咪？有白肉。有白肉，有酸菜。好足料喎，哇，好多喎，同埋好香啊，而家都。肉类，至于肉类有边一款呢？系，咁就有呢个牛咧，就得一款嘅啫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咩啊？乱肩里肌肉啊，好似唔识读中文咁嚟噶，啊真系好瘦嘅，咁几好啊，唔系食肥牛。猪嘅话咧，就有呢个梅花肉啦，又系。應該有啲著勁噶啦，咁同埋呢個肥仔五花啦，真係好紅肉咧，就係呢啲啦。我先食胃鏡先啦。咁同埋咧，仲有呢個雞鼻肉啊，雞肉啦，黑色嚿肉，正。咁就係呢四款肉可以任食，再加埋出面，自己不瘋狂吃，正。嘢飲就任攞，188，100分鐘，唔知夠唔夠食。咁個青花椒湯底咧，我哋食落咧就覺得唔係好辣嘅，但係咧佢個麻味咧係會慢慢滲出嚟嘅。咁配埋呢個嫩肩牛肉咧，咁咧佢都係薄薄地啦，有少少咬口啦，肉味係有嘅，但唔算濃郁。另外呢個梅花肉咧都一如既往啦，係瘦咗少少嘅，但係咧佢肉質咧都叫軟嫩嘅。六係呢個酸菜白肉湯底咧，我都覺得係幾夾嘅。食到咁上下開始頸渴啦，即刻出去睇下有咩飲先。呢度係有幾多排嘢飲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出面有啲咩茶啊？呢個係咩？白土烏龍，有白土烏龍、冬泡烏龍、洛神花茶，咁同埋有啲可樂咯。哦，有 sparkling 喎。氣泡水荔枝味嘅，呢個係咪台灣成日見到嗰啲茉莉茶嘅茉香柚茶？反正源自台灣的原味道啊！同埋都有呢個蜜仔茶，哇，好凍呢度！蜜仔茶，又有菊花茶，同埋呢個鮮草茶，要飲方便選擇好多，大啲。哇！酒精都飲飲咩？癲嘅喎，佢有呢個酒精飲飲喎，188lunch， 超正。同埋嘢飲有啲乜嘢啊？有咖啡、咖啡機。我想飲朱古力啦。呢邊就有啲熱茶可以自己慢慢嚟啦，有啲洛神花茶包啊，冬泡茶包啊。有嘢飲咧就可以繼續食啦。呢、這個黃金炮谷咧食落咧暖粒粒嘅，而且咧佢都仲係脆薄薄嘅，可以一路傾偈，一路喺度嗒啊！同埋咧呢、這個雞髀肉咧，我都非常之推薦啊！你見到佢啦，係好厚肉啦，而且咧佢都係滑嫩嘅啲肉質，點埋咧自己溝嘅醬咧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我覺得好食過豬同埋牛啊！好實在的波波啦，因為佢喺度係成粒魚蛋嘅嘛，大佬。咁啊，咬落去咧係有少少口感嘅，有啲油炸鬼咁啊，一角咯，好綿密，好搞笑嘅波。咁同埋呢個就係嗰個新竹米粉啦，但係咧佢啲米粉咧係一鹹一淡嘅，好好笑。好奇怪，係真係一鹹一淡。OK， 我哋繼續食呢個肉啦。就是一個牛肉啦，同埋呢個豬肉啦，雞都幾好食嘅。鴨血都正咯，雞就正常啦，就係呢啲企鵝丸啦，同埋有呢個麻辣牛丸啦，咁就可以瘋狂喺佢十幾款醬嗰度慢慢食啦，耶！甜品啦，甜品區啊！有呢個凍櫃先啦，芝士小蛋糕、芋泥味、奶油空心餅，應該是香港的泡芙。我集緊馬卡龍啦，就是超級細粒啦，
呢個都好像很好吃，經典可可慕斯 Q 池，即糯米池咯。甜品櫃隔離咧就係雪糕櫃啦，佢咧就有自己嘅手工製嘅冬瓜茶雪糕啦，另外咧仲有一啲泰式雪條啊，呢個咧就係榴蓮味啊，佢咧都幾齊口味嘅，咁就有啲黑糯米啦、芋頭啦、紅豆咁樣嘅。烏拿係咪烏拿？烏拿嘅朱古力粉咧啊，雪條正。我見到佢個糯米糍好吸引咁，睇下。嗯，好多朱古力椰絲咯，入面系滿滿嘅 cream 啦。芝士蛋糕都幾輕盈嘅，但系都唔係幾似巴斯克。呢個就係雲石咯，哇！但係佢個塔皮同埋個有啲分離。OK， 可以放棄。朱古力塔皮太軟了，包乎好多 cream 湧到入口 ，OK 嘅。仲有啲台式芋圓甜品咧，可以手機落單嘅。最好笑咧就係呢兩個甜品啦。好得意啊！呢、這个系咩啊？芋圆豆腐花，有啲珍珠啊、红豆啊。十八粒咁啦。豆腐花咧食落去咧就唔够滑嫩啦，同埋咧个芋圆咧亦都有少少硬啊。我哋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呢个芋圆椰果外肉啦。佢望落去咧，其实个外肉咧都系好完整嘅，但系咧食落咧佢个糖水味咧真系太怪啦！我食咗一啖咧，都食唔到落去啦，好嘥啊！我哋咧就系 lunch 嚟食啦，100分钟咧就系188蚊，如果 dinner 嚟食咧就系228蚊嘅。火锅食物选择方面咧就有牛猪鸡肉啦，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大路嘅丸类啦，同埋蔬菜嘅。佢熟食呢亦都係有自己 signature 嘅一啲台式選擇啦，不過呢最有記憶點呢其實都係佢嗰啲好多選擇嘅嘢飲啦、雪糕啦、炸雞扒，仲有火鍋配料入面嘅嫩滑雞髀肉嘅。佢呢亦都有比較多嘅心思打卡位啦，環境呢亦都非常之舒服嘅，個 sofa 呢好好坐，可以一路打邊爐一路嘆住食啊。整體嚟講就不過不失啦，我就俾7分啦，大家會唔會過嚟食呢？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食食食啦，拜拜。